无加勒的上肢舞蹈跳脱了廉政英雄当中帅气女警官的形象，用优美的论把展现了十足的女人味。这对极少穿高跟鞋与裙子的她来说，已经是人生的一大突破了。而这次选择街舞对她来说又是另一个挑战的开始。好累，很耗体力，好喘，我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人，拍子有够快，我完全跟不上。而且我平常有在运动，但是我平常是不跑步的人，因为我就是心脏负荷不了它太快，然后我今天整个爆喘，而且还爆汗。由于习惯不了街舞的快节奏，加勒的练习过程充满了一连串的尖叫声。而且肢体的不协调也让加勒困扰不已。肢体不协调就是右脚出去，身体要往右，但是我会一直另外一个方向永远改不过来，然后老师就用那个棍子帮我。初次挑战街舞的吴加勒练习过程看来困难重重，今天他能够顺利完成他的表演吗？谢谢吴家乐、王维。